歌谣界的女王 Tiara， 只有可爱外貌的可爱大姐，正在准备变身为演员的她，跟演艺圈大前辈李美英一起来到拜托了女神。拥有40年演员资历的她，用老练的演技完美诠释出所有的角色。毫无顾虑的母亲与直率的女儿，这对视觉母女美英与宝兰的美丽秘技，即将在 Beauty24中公开。